超辣的。哦，谢谢。那个有线条就要大方露出来。推远多久没有这样的腹肌了？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当然是从生产之后就再也没有了。对，就是很努力很努力在锻炼，但是就是比较难有这么清楚的穿刺线，所以这次这个腹肌 rug 我真的很爱它，所以我一定要真的要推荐给所有的男生女生，因为它不是只是女生的专利。对，就可以帮助你，因为我们自己不可能那么快做到两万下仰卧起坐，所以它半个小时就能够帮你做到两万下，我觉得这个很有魅力。主要是非侵入性，也不会痛，我有时候在机器上面就会睡着，就舒舒服服的，它就帮你，就是它增加你的燃脂力，因为它破坏你脂肪嘛。然后所以我平常就有重训的习惯，所以等于是说我会有双倍的效果，就会新陈代谢更快。那你这成果你老公看到什么感觉？我老公他自己也有腹肌，对，所以呢有比你明显吗？他会一直刺激我，他会一直翻给我看，然后我就是要一直跟他拼了。我现在跟他差不多了。那应该不止穿刺肌吧？他是有六块还八块的那种，还是六块？六块，因为我们都有运动的习惯，他是每天一定要跑步的，所以我也是一个礼拜跑六天，我大概只有一天会让自己休息，我跑步跑六天，然后我那个肌力训练就是重训会做三天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男生好像比较容易练肌肉，女生比较难，但是我有了这个腹肌 rock 之后， 我感觉我已经追上他了。那你有把中空的这个造型给他看吗？有啊，有啊，老公有说什么？啊，老公有说，他说哦，有哦，有哦，我们两个每天就在那边，在那边哎，稍微要弯低一点，这样压一下线，然后就，然后有哦，有哦，我说有没有，有没有？他说有哦，有哦。所以你真在台湾是你第一个吗？你带小孩这次？哦，这次没有了，因为都趁明年一月要上小一了，所以小一新加坡的英文程度跟中文程度都蛮难的，因为我不是。我不是去年在帮今年设了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把他小学课本全部买了嘛，然后我就已经读过一遍了，那个简体中文还有拼音跟他英文的那个程度都比台湾难很多，所以呢就不能再带他飞了，不能让他幼稚园缺课，因为他现在大班所有在学，已经在学简体拼音、简体字跟这些英文的拼音，都是为了要衔接这个小学，所以就不要影响他的课业，因为我希望他上小学是开开心心的去交朋友，而不是感到很压力这样。那米姐会考虑没有见到儿子会想？我看非常想，我是第一次跟他分开那么久，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家人，就是我表妹嘛，对，我表妹就是在那边帮我陪他，所以我才能放心。如果我表妹没有空，那我可能就不会回来。那你姐会考虑打一下疫苗吗？这样可能之后去新加坡也会比较方便。我暂时还没有要打疫苗的想法，因为我平常就不是一个会打疫苗的，就是感冒流感的疫苗，我平常就没有这个习惯的人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目前台湾、新加坡两地疫情都控制得非常好，所以暂时还不需要了。我们就是戴口罩、勤洗手这样子。那你跟老公讨论过吗？就是要不要打疫苗？老公那边？我都不，就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意愿问题啦，但我自己本身是还没有想要打。并且因为我其实也快到，因为没办法跟儿子就团圆啊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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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新加坡了。哦、对对对。之后就计划就一起过母亲节。对对对。是因为太想念他，所以发了这一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太想念了。嗯。我算一下，一个多月了。所以你这次是顺便来拍电影，那你说母亲节就回去，所以那个之前就拍完了。对，当然是拍完才能离开啦。嗯、是，听说是跟柯震东对戏嘛，感觉怎么样？对，这个呢，我被下封口令了。这个要打电话给奇幻娱乐监制李耀华小姐，她电话是0919。对，都在准备。嗯。过年前就是我去年因为太工作上太努力了，就是好几个月都在台湾嘛，那部位上映，然后发专辑，所以
12月到 Chinese New Year， 真的吃很多很多，就整个大放松，回新加坡大放松，胖太多了，所以我这次回来一个多月了，瘦了6公斤。那一个多月要瘦6公斤，而且要健康的瘦，是还好有腹肌 Rock， 所以会同时双管齐下，就达到这个还有穿刺线的效果，所以大家可以叫我穿姐，不用叫我 V 姐了，我已经改名字了。所以穿姐现在体重大概多少可以透露？啊，这么隐秘，谁呀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一次就是接触腹肌 Rock 之后，然后我又跟很多会增肌减脂的一些朋友聊天。然后我发现体重机上面数字不是那么重要，因为肌肉是有重量的，有时候你减脂了，但是你的肌肉长出来，所以你的体重看起来没变，可是你整个腰啊腰身都是 fit 很瘦下来。那对，刚刚跟那个在舞台上跟焦哥互动蛮有趣的，刚焦哥说你是老艺人，对，你走心吗？也确实是老艺人了啦，就都已经31年了，对，那跟就太熟了，随便他开玩笑啦，就见招拆招吧。我们两个这样一搭一唱也是蛮开心的，都还是希望每一场记者会都是他能够来一起玩这样。那刚过完16岁生日啊，对今年新的期许吗？今年，希望这新的电影能够非常好，相信它会非常好。嗯，就我的时间又不能像之前这样子，一年工作360天，所以我在选择要参与的片子的时候，特别的，也不是说严格，就是我要觉得我很喜欢，然后我才会去做。就是现在电影是年底会跟他见面。一起打电话给奇幻娱乐监制李耀华小姐。所以有预计大概什么时候回新加坡吗？母亲节之前会抵达。最近没有耶，因为最近我好忙好忙哦，每一天通电话最多的人就是儿子，从早到晚。嗯，对，我觉得。你是说你指的是黑服的？哦，啊，黑服我吗？不是。嗯，对。我觉得还好啦，大家都老艺人了，不是、啊？就是，我觉得在娱乐圈现在又是这个网络时代，就常常都会有这些状况嘛。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状况，那我觉得有时候不打搅也是。可能是也是一种蛮好的关心方式，对，大家都大人了，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处理。嗯，那 V 姐这次有打算在新加坡待多久吗？没有，其实我的计划都是只能跟着疫情的变化，疫情的一些规定，像疫情慢慢越来越好转，现在回新加坡不用隔离了，我现在在等希望新加坡回台湾不用隔离，那我就可以更好更方便的去安排我的工作计划。嗯，那大家还没什么问题，如果没有的话就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接下来我们也邀请杨总一起上台加入我们好吗？欢迎杨总哦。
程，价值六位数，而且只要花各半个小时，其实是相当省时间的哟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理解呢？好，中间麻烦，谢谢。好，在举手的那位，麻烦徐若瑄展示一下腰部姿态。好，后面有一些电子媒体哈，请理解有一些动态。甩动一下你的抓魔鬼脚 ，yes， 很有自信哎，你看今天的徐若瑄又不太一样了哦。好，是一的，好，差不多了吗，各位？好，帅哥，这样就好了啦，动手就是效益不巧了，动一下你的魔鬼脚啊，我懂我懂。哎，好，你是年轻的，哎，你刚刚是怎么在这上个梁子？像那个大神一样的吗？你是巨星，你看最后一个完美的 pose ending。再次谢谢形象大使徐若瑄 ，rock， 太可爱了，好，永远那么自信、美丽又自然可爱，永远保持少女的初心，她就是我们的钢铁林李姐。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请李姐先回后台休息，来帮。